十三街嘅六队运动会喺金门早晨九点半开幕。今从家下各个参赛队伍沿路打扮做各地的特色，本台家看到南浦客家庄嘅各地风气。下面非准备李云德就讲，打扮六队运动会唔单只为带动菜地嘅运动风气，六队嘅各种头也有机会来练到感情。寒假的开幕式过后，咱们都参加比赛的选手没把握机会来练习，希望在两日的比赛当中，只能得到好成绩。详细的比赛情形，寒假卡组之前的开幕画面，天天先交本记者严卓来说明。我祝报一年一百一六队运动会今比早晨农业举行，今年的运动会是来到的屏东的从此来判，而这个看到呢也在现场有动到的春五动动的比赛，在早晨开幕仪式时节参加的市民的乡镇，也都呢都会用做的表现出彩铁铁色的主题打扮来进场哦。有人是用一千零八五来带动的全场的气氛，而有人是带来也都彩铁农体产品来表现出彩铁铁色。其他位主位李云德极力支持。加下就继续讲呢，其实六队运动会对蔡天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发通，现在呢金蛋枪带动的客家运动风气，其实呢咩情感咩都对客家中客家感情，一路停下加下访问。一个六队运动会呢，最重要的呢哈，就系一个平台，除了联络哈，我哋平常我哋六队天气各乡镇呢，哦，所有的我哋嘅客家乡亲的感情以外呢哈。也加到一个机会呢，哈，来展现我们每一个乡镇，哈，啊，每一个区啊，哈，诶，嘅文化跟特产，哈，啊，本大家不谈你看到，哈，啊，各位最重要呢，大家认真，哈，投入呢，总也是为了我们六队精神的传承，诶，客家文化的传承啊，一个呢，啊，非常非常的感谢，哈。遇到一个一年一百元运通费，其实蔡天元的每非常重视一个发通。今年的总共有两千空三十批的运通员来参加一个比赛。在早晨的时节，唔但请大家多做下来到现场，还可能有动到的加油台，未来现场站到奶奶奶现场非常的闹热。佮对早晨其实呢，就动到限速，就把握时间，第二训练，加到讲呢，加到遇到一个比赛，佮精准批的几下张热，就希望得到好成绩。哦，大家都很兴奋，该跳。因为今日天气咪改好吼，大家同仁都来同样参加一个九宫格的比赛吼，同仁也都很热烈，冲下来可以加油啦。成绩我们不会在意说成绩要踢得怎么样，主要是我们一个团队精神。有啊，就是平常我们都会练习啊，假日有空就练习，因为我们九人几队，所以我们那个一到五天的那个假期都是要上课，然后补习之类的啊。我们星期六有时候也是补习上课啊，然后我们就是有利用假日的最后一天星期日来练习。也给六队运动会比赛项目做的贡献非常的多，像一下这里看到从篮球啊、排球啊，还有从足球一道比赛项目以外呢，还有动到动神器的痴迷比赛，从一个踢足球的球攻击比赛，看每年踢到的分数卡多就算赢。给连队两年的比赛做的贡献非常的少见，呢非常的神奇。加上呢，乡亲朋友也给礼拜两年有限，都做的来到屏东的从事鸦片，来同县署加油，来感受一下比赛两年的气氛。还有呢，做的来到屏东。六队的客家庄行行款款啊，体验一下六队客家庄的彩地风情。也作为伫现场进行的情形，一种时间九分主播。